们为什么去一个地方的时候都要选一下博物馆，那是因为历史太源远流长了，太博大精深了，以至于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楚，甚至就连选到博物馆里头那些东西也是万中挑一的啊！你要是全部讲开，那真的是无穷无尽，因为历史太漫长，文化太深厚。